那下面呢，我们就对这个命令行工具进行一个安装啊。在安装之前呢，我们需要一个 Linux 哈。那这里面看，这是第一个是 Windows 版本的安装，第二是 Linux 版本的安装。我们选择 Linux 的哈。然后呢，它会有一些这个安装的须知哈。那这些我们大致看一下就好了哈。然后我们选择在线安装。好，那环境需求呢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 Linux 操作系统哈，然后需要已经安装这个2.7版本的这么一个机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开启一台 Linux 哈，3W2Linux.com，登录我的服务器，登录我的云账号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开一台服务器，点击控制台，云服务器 ECS，哦，实例。那我再创建一台，按量，我们选择入门共享哈。选择一个2核2G 的服务器就够了。然后下一步，那操作系统的话，这边我们就选择7.4吧，最新的。好，贷款是一兆，好，确认订单。没选择安全组是吧？我们选择这个啊，这里面已经有一台服务器了，确认，创建实例，管理控制台，好，正在创建啊。启动。哦，正在启动中。们需要等待一下哈。好，我的服务器已经创建成功了。那我们刚才去创建服务器的时候呢，没有设置密码，然后我们来尝试找一下。在这个站内信里面应该有这个密码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是没有找到哈，我们再来找一找哈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历史啊，这是历史。没关系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呢就重置一下我们的密码哈。然后重置密码，我们选一个 EQ2W3E$R，EQ2W3E$R。那这个是我们服务器的 IP 地址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连接一下我们的服务器。EQ2W3E$R，EQ2W3E$R，还是没有哈，我们重启一下服务器哈，强制重启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正常在。购买服务器的话，尽量去自己的把密码设定好哈。好，我的服务器已经重新启动，成功。EQ2W3E$R。
好，可以看到我们重启之后的话，这个已经是进来了密码哈。